天哪，猪爸爸，冰淇淋乔治，快来呀！我们家门口有好多石头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。妈妈妈妈，我也来了。咦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石头？那我们一起来搬石头吧。石头太重了，搬不动。那我试试，我也试试。呀，这石头真的太重了。没有办法啦，找大卡车帮忙。5809，哎，大卡车吗？这里需要帮忙。倒车，请注意。倒车，请注意。滴滴滴滴，你们好，我是大卡车。哦，确实有这么多石头，可是我需要挖掘机来帮我装石头啊。啊，这样没关系，我再找挖掘机帮一个忙。挖掘机，这里需要帮忙。滴滴，大家好，我是挖掘机，你们都靠边站，要不危险。挖掘机现在有任务，放下手臂，抓起石头，放入翻斗车，然后再放上手臂，放下手臂，抓起石头，放入翻斗车。好了，任务完成。挖掘机，谢谢你，接下来该我翻斗车工作了。上车，把石头运走，滴滴，我也要去别的地方工作喽，滴滴。